借中国由金立 S10 手机特约播出，金立 S10 四摄拍照更美，锐意前行，借由我定。本节目由长安福特锐界为您呈现。天屋茶庄专注健康茶饮，一品好茶传承千年茶文化。本节目由吉百安吉白茶，氨基酸含量高的茶赞助播出。武夷山里三坑两涧，传说中的原产地。肉桂水鲜，岩谷花香，神秘的茶韵口感。历代制茶技艺，师徒坚守，父子传承。人与人的故事里，蕴含着武夷岩茶庞大的家族体系。中国、日本、玉露绿茶，茶因人走，人随茶动，这是原产地中传统技艺毕生的坚守。武夷山，中国茶叶最具标志感原产地之一，风景中山水皆有来历。一年一度的采茶季即将在第二天启动，犹如备战一场大赛。此时范辉的角色正由一个茶人变身为厨师，面对精心挑选的食材，他渴望能用一顿大餐来缓解压力，让大家在茶季轻松上阵。来了来了，新上第一个菜，青椒肉片。哎，来，这么快的茶好好做啊！好，好，好。今天看天气预报是有好天气哦，所以今年一定要出好茶。好，快点，回去要发两个月。做饭你们做好了。好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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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茶人都明白，越是面对紧张，就越是需要松弛。老父亲范长生，对于儿子的手艺充满着自信，却也暗含着一丝隐约的不安。山水风格化的差异，构造出武夷岩茶庞杂的基因。岩茶是乌龙茶类中闽北地区的代表，970多个茶类品种，这仅仅是1950年的统计数据。三坑两涧是武夷山神奇地貌中顶级原产地的标准。昨天我那朋友那老头也在采，但采了一半跑下山。昨天雨太大，每天能采多少斤？一百多斤啊，那还可以了啊，一天700块。崎岖、颠簸。对于武夷山茶农而言，这是他们最平常不过的生活。来，上车，上车，上车，慢点，慢点。好了，拿个篮子就走出来。还有没有篮子的？都有篮子的是吧？丹霞地貌的土壤掺杂着许多细小颗粒，越向高处走，盐粒就会越大。10几公里的山路需要步行近2个小时，峭壁接踵间，仅仅只能容下一个人的脚步。今天天气非常好，用力踩哦，早点踩，早点结束。峰峦陡峭，光照短促，唯有这里的茶树才有资格被称为正岩茶。至于周边的茶树，仅能被叫做半岩茶，发力、折断芽直，每斤鲜叶3元钱，采摘的报酬。因为我们的整个工序，我们从山上的采青就有要求了，我们嫩了不采，老了不采，下雨天不采，露水青不采，太阳太大不采，所以我们这五不采。范辉需要从采摘的鲜叶中
对茶叶品质做出直觉般的判断。顶级原产地里精确的采摘时间，在范辉看来，这是制作一流武夷岩茶最初的保障。所以我们真正顶级的好茶，最佳的采摘时间在两点钟以后，两点钟到五点钟的时候，其他的时间肯定采其他茶。那顶级好茶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时间段去采我顶级的茶。肉桂，武夷岩茶的当家代表之一，外观小巧，叶片呈椭圆形，叶缘齿密而尖，香气霸道高扬，对口腔呈现出刺激的撕裂感，带着桂皮的辛辣，回甘迅猛。这种属于武夷岩茶独特的口感被称作岩韵。韵这个难以用语言描述的词语，是五感长期积累的直觉体现。抽象的味觉带来一种别样的口感。那肉桂这个品种呢，它的香很好，花香里面带那种桂皮香啊，好的呢，有些人也能做出那种乳香。武夷岩茶是有特殊的地域范围的这么一款茶，是它的核心地带，其实就是武夷山整个风景区范围里面。你要买票进武夷山风景区里面去，你买票进去的这个地方，那就是武夷岩茶的地方了。山涧里，人们从不吝惜自己的体力。这些来自于江西的女工，一如候鸟迁徙。或许他们一口也没有喝过自己采摘下的这些名贵茶叶，茶是他们的生计。他们是顾不得吃饭的，上来就采，每个人都想多采一点，然后就随便吃一点，趁着休息或走路的时候下山采另一片山头的时候，走在路上边走边吃。他们是这样，也很非常辛苦。时间是如此的奢侈，甚至无法允许他们安心享用一顿简单的午饭。忙碌整天，换得两三百元的报酬，人与茶的命运冥冥中被安排着。在武夷山，素有纯不过水仙，香不过肉桂的说法。作为武夷岩茶另一位当家，水仙相较于肉桂，条索粗壮，呈现出油亮的蛙皮状，色青或乌褐，香气清幽蕴长，沉稳内敛，入口滋味绵柔，水感顺滑，特有的花香悠长，茶汤透出粽叶味道，醇厚，回甘明显。生活在原产地并且了解工艺的人们，味觉神经的反应极其灵敏，在茶汤入口的瞬间就可以辨别出自己熟悉的风土，一如母亲做饭的味道扎根脑海。香不过肉桂，醇不过水仙。女士有的时候经常会喜欢喝水仙，它的水很顺很滑，很醇很干。宇治，因茶著名的日本城市，煎茶是日常绿茶的统称，而那些标志着最高等级的绿茶则被日本人赋予了一个诗意的名字，玉露，代表着一种标准。采摘新茶的季节又一次来临，修剪茶树是山田先生每天必修的功课。这里是位于宇治附近的和树町，由丘陵形成的地貌最适宜茶树的生长。山田先生精心打理着自家的茶园，黑沙覆盖于茶树之上，这样的技法为的是减少植物的光合作用，在降低茶树鲜叶中茶多酚的同时，又能提高茶叶里叶绿素的含量。人们对茶叶口感甘甜醇和的渴望源自本能，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方法，暴晒遮阴，张扬内敛，各有缘由。
来自日本宇治的玉露绿茶，色泽深邃，口感中呈现出一丝海苔的味道。作为日本绿茶来说呢，玉露是它的最高等级，它在开采前呢还有遮阴，就是让茶叶少吸收阳光，茶叶的叶绿素含量特别高，你目测上它会很绿，它在冲泡的时候水温是一定不能高的，大概在50度到60度之间，因为如果你高的话，它的物质析出会非常快，那就会这个茶叶就会苦涩，比较鲜啊，比较甜之外，它还带有一种海洋的气息，啊，就是我们俗称的海带味或者海苔味。用架子支起的黑沙，避免触碰茶树的嫩芽。覆盖20天以上的茶园，采摘制作出的茶，苦涩度变低，口感更为鲜醇。这样的茶叶才有资格被称作玉露。同样。这也是日本绿茶的特点。对于茶叶，自然与新鲜，日本人最为关注。不同的地区，在茶叶的采摘上，或机器，或双手，天壤之别。但人们都自信，塑造口感的秘诀。使用自动化的采茶机，剃去茶树的新叶，山田先生如同为茶园修剪发型。这些鲜叶即将被精挑细选，制作成顶级的玉露茶。山田先生家的茶叶作坊，如今已经实现了全面的自动化。新摘的鲜叶，锅炉将提供恒温蒸汽，30秒左右的蒸青，将保持茶叶的风味，阻止发酵。看似并不需要高深的技巧，却要精准的时间与温度。这样的方法造就日本玉露的经典形式，这其中有茶的滋味，也有人的期盼。3坑2件，忙碌的身影从未停歇，如同迷恋自然万物的灵性，古老的劳作方式被原始的保留下来。称重后的鲜叶汇聚于挑茶工的肩头，男人的脚步迅速且小心。狭窄的岩间小径蕴含着武夷山人平凡而又特殊的生存之道。要大一点啊。范辉的心在悬着，他很清楚，当鲜叶从茶树离开的那一刻起，制茶的发令枪就已然打响。采摘的鲜叶运至茶厂，自然的发酵正被空气唤醒。捉摸不定的时间中，一分一秒内，茶叶都有可能变换表情。范辉需要立刻感知。如山般的茶叶原料，其中顶级品质的正岩茶，必须由他亲手制作。其余的，则交给机器来完成。这更像是一次人与茶之间彼此性格的拿捏。微妙的关系，让传统技艺初次展露在试探的第一步中。学做茶，第一步学尾雕。你尾雕尾雕不好的茶，你做起是不可能做得好。利用光能与热能的晒青过程，被称作尾雕。面对着熟悉的一幕，范辉的思绪总会回到许多年前的那个下午。我18岁开始跟我父亲做茶，现在做了14年的茶了。刚开始学的时候，有一桶茶，用木炭加温，茶叶烧掉了。但这时候我父亲过来看一看，哇，那真的叫那个脸黑下来跟包公一样，直接被一顿臭骂。我这个我非常深刻。他讲，
他让你尾雕，你都搞不清楚，你还做什么茶？在中国的传统中，子承父业，顺理成章。曾经父亲上的第一堂课，至今令范辉记忆犹新。严格坚守传统工艺，晒青布上每平方米摊开一公斤鲜叶，厚薄均匀。面对尾雕，谨慎的范辉一如昨日的少年。水筛，直径一米左右，筛孔半厘米见方，如此设计便于透气。鲜叶摊亮散热，湿水均匀，酶的活化加速着茶叶内物质更多的化学反应，叶质柔软，青色减退，香气出露。这是属于范辉的经验感知，依靠嗅觉、味觉以及神经系统一起综合搭建而成。与山外的世界相比，这里的时间更缓慢一些。群山深处有着古老的习俗，千年之前唐茶的源头。2005年呢，我们到恩施来啊，我跟几个朋友一起是为了考察旅游项目呢，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听说了恩施玉露这一款茶。凭借着职业商人的敏锐嗅觉，张文琪意识到这其中会大有文章，他做出了决定。到2005年底的时候，我就只身一人来到恩施，毅然决定来做这一款茶，一定要把恩施玉露的茶叶恢复出来。源自中国唐代一种古老神秘的绿茶技艺蒸青，此刻正揭开口感的悬念。传统认为，唯有利用蒸汽杀青，才可以带来绿茶最为自然的颜色和最为纯粹的鲜美口感。茶叶吐露清香，化为松针的形状，这是恩施的玉露茶最为标志的特点。绿茶里面的蒸青工艺可以讲是最古老的茶叶制作工艺。作为恩施玉露这个茶呢，在中国的名茶里面唯一的一个保持着这种古老的蒸青工艺的这么一个茶。它不同于炒青绿茶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三绿。干茶比较翠绿，茶汤类似于青绿，而叶底呢，它是一种嫩绿。玉露代表着恩施这方原产地含有的传统技艺，也让它成为中国绿茶蒸青的代表。传统跨越千年时光，曾经中国茶叶最主要的技法，因为悠久而又断代的历史，所以使用蒸青工艺的恩施玉露产量总体并不大。蒸汽是抽笼和茶叶之间的媒介，沸水带来的高温迅速破坏鲜叶细胞结构，热力作用产生出奇妙而丰富的体验，植物与生俱来的香味开始弥漫，这是温度和草木之间分寸感的对决，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张力。蒸汽杀青呢，是恩施玉露工艺里面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环节，它的特点就是能够保持鲜叶里面的营养物质，所以呢，它也是最健康的一种杀青方式。山梁迅速降温，目的在于中止氧化，使茶叶彻底保持最鲜活的状态。焙炉50度到80度，旋手揉搓，抛散出干，
这个传统的技艺被叫做铲二毛火。揉捻后的茶叶水分继续渗透，过度的缓解彻底降下茶叶中所有的水分，为最终的整形上光打好基础。茶叶的形态将被双手搓成根根形似松针，条条紧细挺直。这是史书上记载恩施玉露的传统样式，张文琪触碰着历史的标准。尽管恢复了传统手工的制作技艺，但却避免不了产量低的现实情况。恩施玉露供不应求的现象让张文琪一次次陷入困惑。武夷山中传统技艺正初露端倪，这是岩茶制作中特有的精巧工序，赋予生机的双手变奏出人与茶独有的节拍感。简单的动作，严苛的要求，叶与叶边缘间撞击，绝不允许摩擦圆筛，这是范辉作为一个高手对自己的要求。茶叶它是有生命的，经过前面的萎凋，让它整个的凋谢下来，我们称之为死去。然后经过我们的摇青，让它整个的凋谢下来的茶叶，重新的焕发它的生命。摇动，发热促进变化；静置，散热抑制变化。动静结合，反复交替。在范辉的眼里，这更像是在凛冽擂台上自己和茶的一次直面对决。人与茶命运跌宕，生与死轮回交织，犹如武学中的功夫宝典，在变与不变之间心领神会。味觉风格反复打磨，盐韵口感不断激活。夜色延续白昼的喧嚣，太厉害了！那持续了48小时啊，差不多了。当时我学做茶的时候，萎凋我是萎凋了一年，一整年都是萎凋，一桶茶没做够。那到第二年，那我父亲当时跟我，他说你不要做萎凋了，你做茶。哇，那个激动啊！那我是真的激动啊。嗯，变化的是年龄，而激动的心情从未改变。赤子之心的源头是父亲曾经的言传身教，为儿子，更为武夷山的茶。滚筒杀青，25公斤的斤量，茶叶每次翻滚，都撞击着范辉粗犷外表下敏锐的神经。一场温度与速度的对话，技艺决胜的关键，让他不敢有任何差错。我那一天晚上做第一桶茶的时候，我是整个晚上我都没离开桶间啊，就一直在桶间里一直看着茶芯发错坏掉了。然后那个心情真的是，就是很激动，一点睡意都没有，就是寸步都不敢离开，也不想离开那几桶茶。不敢离开，更是不想离开，是人对茶的敬畏，更是茶对人的监督。此时机器中碰撞的响声，正犹如上万片茶叶同时为它鼓掌。鲜叶老嫩，揉骨碾茶，棱角高锐，搓叶成条，这是岩茶初步成型的第一阶段。茶叶与生俱来的敏感，也遵循着固有的生存法则，开始神奇蜕变。范辉知道，在夜晚的另一处，还有一份父与子的挂念，和一场师徒间的远程考核。
借中国，由金立 S10 手机特约播出。金立 S10 四摄拍照更美，锐意前行，借由我定。本节目由长安福特锐界为您呈现。当远离了唐宋的忧思情怀后，现代人喝茶似乎变得苍老而又实际。恩施玉露的产量远不能满足这种奢望，如何运用现代手段还原出蒸青这一传统的经典技艺，提高茶叶产量，唤醒历史味道，让科技和速度成就口感体验，张文琪解决着自己的困惑。从日本定制的玉露制茶机器，此刻正魔幻般利用现代文明重复着传统技艺。这是张文琪反复研究制作出的成品，如同一出茶叶脱胎换骨的表演。只有将大幕拉起，在入口感受的那一刻，真正的味觉才会完美亮相。同样的蒸青技艺，同样的传统手法，倘若让中国的玉露与日本的玉露对等品饮，又会是怎样的一幕？如同历史上那些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故事，在宇治知名的品鉴师韦上祥太眼中，中日两款玉露即将上演着神奇一幕。このようにですね、非常に能力の色をしています。香りはですね、海苔のような香りがしていて、非常にいい香りを醸し出しています。这一场特殊的比较，宛若华山论剑，紫禁之巅的凛冽决绝，江湖切磋，也好似唐风宋雨，诗词歌赋的金风玉露，婉约相逢。量がまず。宇治の玉露に比べると多くなってます。ですので、お茶を抽出するときに、お湯を入れると、同じ量を入れても全く、量が違いました。宇治の玉露は、量が少なく、中国の玉露は、量が多かったです。人们在茶的口感中追求着一种极致的工艺标准，在这份标准中又求得方寸间的微妙变化。沿袭中国传统的日本玉露和来自湖北古老的恩施玉露，时间与空间的跨越亦是变与不变的相辅相成。两种茶完美呈现了坚守古老技艺的一次时空对话。老将范长生拥有着一个不凡的名号，那是属于武夷茶人的殊荣。你像我父亲这个华师傅这个外号，茶叶局这些官方名字给予我父亲这么一个称号，就因为他们喝了我父亲的茶，哎，都是泡泡花香，所以才叫华师傅的。所以我父亲在武夷山茶叶界是很多人认可的。骄傲名号的背后，是武夷茶岩谷花香的标准，更是对传统技艺的肯定。然而，曾经的命运将如何被印记？不愿回首的往昔正若隐若现，撕开端倪。制茶一生的老人，八年前的一次意外车祸，在留下身体瘫痪之外，更残酷地夺走了一个茶人对茶几乎全部的念想。出了这个事情，对他打击肯定是非常大。那他做了一辈子的茶了，那突然间让他不做茶，他会觉得很空虚。现在收了很多，在我家里收了很多徒弟，代替他的脚，带他去看茶做茶。儿时的印象，如同根植记忆的定位系统，朴素且深刻。属于少年的稚嫩和浊气，从不触碰老将的眼神。父亲召唤我成为徒弟，
我追随父亲成为师傅。探贝，武夷岩茶最后的工序。泛灰如灵阵般的状态，一如铁锅下的火焰，在闷闷的燃烧。这是口感渴望再次被认可的一道岩茶，宛如师徒间另一种形式的切磋，更是两代茶人对技艺理解、跨越时光的一次较量。确实香。我春晚结束完以后，我都会带着我当年做的毛茶带回去给他来审评一下，哎，看一下今年有没有进步啦。他喝到这个茶，哇，那他是相当开心。这是经验的掌控，温度将刺激出茶叶内多酚类化合物的反应。当焦糖般的颜色开始显现时，儿子给父亲的这份答卷也伴着茶香呼之欲出。我们作为儿子的，现在已经成长在外了，作为师徒来讲，我把我制作的这些茶给他喝，他觉得哎，你还记得住还有我这么一个师傅，这么一个老头子还在，还可以教你东西。紧张的制茶过后，松弛的范辉迎来了更大的紧张。爸，来了。哎，这个是给你喝的，这是戴方茂那个毛茶，来你们两个帮我喝一下，今年做的，我觉得还不错。如同一种自我表演的形式，笑容中掩藏着忐忑和不安，而踏实的口感会让所有关于味觉的想象变得充盈且具体。我这个人，我的性格，我觉得我很不在乎其他东西，我唯一注重的就是我父亲，我父亲的一句话，他可以影响我。这些品质很漂亮啊。做的比较明显，三红七绿，做的比较都做的比较到位了，就是这个就差一点点杀青。我父亲跟我讲一句话，我这辈子能把这一件事情干好就可以，就是把这个制茶，就是把这件事情做精做细。我这辈子能把这个茶叶做好，我就觉得很满足。父亲的认可带来一个年轻茶人又一次的成长，而成长远比成功更为重要。传承本能地将口感深植于人的味觉体验中，原产地里的每一片茶叶都在讲述着一段故事，故事里是武夷山的日月山水、风土人情，更是一代又一代茶人毕生追求传统技艺的那份笃定和坚守。茶界中国由金立 S10 手机特约播出，金立 S10 四摄拍照更美。凤凰天池乌东村内，人们缘何在与时间争分夺秒？西双版纳丛林深处，茶叶在怎样较量着时间？徽州名茶是产地夺魁还是神猴闻名？独特包装，极致塑形，速度让人的一刻成为茶的一生。茶界中国第四集，时间在奔跑。茶界中国由金立 S10 手机特约播出，金立 S10 四摄拍照更美。感谢长安福特锐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天欧茶庄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吉百安吉百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